甲全台湾人讲，你跟阮哥已经困过啊，你就等下给叶少峰哦，滚出去养家，然后你就抱花款款回去恁老家，甲恁爸讲，你给叶少峰放散，因为你甲别个十个人困过，因为你是潘金莲。最好保庇平安无代志，啊！那我逐个跟观察去找你讨公道。讨什么公道？曹凤一张嘴叽叽喳喳说不停，就说那点破事儿。他要进了棺材，我才高兴呢，我还放鞭炮庆祝啊！你小妹和你害到安尼啊！你搞这款的态度，你搞这款，我绝对会帮你说。我什么态度？我跟曹凤学的呀，这不是一贯态度吗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曹凤是我弄受伤的，你要算账的话，尽管找我啊。但我告诉你啊，曹凤跟我吵架的时候，一气给我承认了，是你们找人对少峰开枪的。这笔账算起来，谁不放过谁还不一定呢。好啊啦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两边有什么恩怨，但我这是便宜，敢那麻烦你讲话较细声的，别去惊吵到其他的别人歇困。也阁有啦，你伤害人就是唔对，人咧做天咧看，你上爱知影反省，唔通一错再错。仙姑，你就只看到我伤害曹凤，你没有看到曹凤伤害我吗？曹青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算账的话，尽管找我。上好敢做敢担当啊！卖叫，凤的这摆阁唔知安怎。阿凤身边就叫安，一点无代志啊。姨娘，我小妹怎安弄？伊老伤过一回，经过急救，即摆已经袂要紧啊。老天真是没长眼，